陶晶莹日出血活动被问起日前脑出血送医的纳豆，桃子姐也向大家说明了她恢复的情况。纳豆其实恢复的情况还蛮好，那大家有看到她女朋友昨天发了那一段那个照片，她很努力的在做各种复健，然后我跟 Ken 啊，然后我老公啊，我们有去看过她，一天都比一天好。我就会一直说下去晒太阳，你去走一走，你不要懒在这，然后她就会皱眉头这样看我，我说你拒绝不了我的，她就哦好啦，她就只好下来就被我们嗲去晒太阳啊，稍微走走一些路这样子。而被问到大 S， 桃子姐赶快把小 S 拉出来转移话题。没有啦，跟小 S 有联络啦，因为她不是出了一首很难听的歌叫《九九乘法表》吗？然后又叫我们背《九九乘法表》，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你自己姐夫叫他用韩文背《九九乘法表》就好了，大概顶多这样。你也知道小 S 是很怕大 S 的。他有人想听到你刚刚说他歌不好听这种话。他说我随便怎么讲他都可以，只要我帮他录了九九乘法表，他说尽量的羞辱他没有关系，但他就是红啊，没有办法啊。他需要来上课吗？你们有没有挑学生？有没有挑学生？15岁以上都可以。蔡小姐，你有看过那个吗？库龙本人吗？很久以前。